火弄大点。哎，小虎啊，别！大家一起来迎接这个美丽的日子。今天的天气，吹和。警察进。他的女朋友宝莲。哎呀，终于到了。走吧。啊，走。哎呀，好重啊。用力点儿。哥，是不是到了？我们已经到了，好吧。阿华，嗯，你来看，走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干什么？站住啊！你还敢嫌弃？这是啊！你想干什么？啊！哎，等一等，难道有人来寻仇？我快接着。